该补的倒补，不该补的倒不补。跑得可真快啊，那我也要去了吧。死了吧！我现在是 E 他的，他刚好放 E 了，把我推开了，我操！还行吧。我操！又发现一个派，算了，不吃了。等下我还要吃饭。带的是那个符文吗？那个给钱的那个？应该是吧。要吃了吧，我的目标很明确。他有疾跑，我没疾跑。他不会吃果子去了吧？这么变态！我操，还真是。这你也吃得下？他们将后悔与我为敌。
能练到吗？给我吧，棒，推我拉不到他呀，果然还是得那件装备吧。 巡逻一圈，顺便放个眼给超虫吧。被反了，可能在打超虫了。从不后撤。行吧。我操！不推他。鸡毛换大，我觉得不赚啊。 我本来就打算这个人头妖姬拿的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非常的 nice 这是要出骂？怎么出的这个啊？真少见啊！哦，西兰刀是吗？西兰刀吧，应该是。哦。嘿。 我他妈劈到假的，两个叠在一块，我也不知道哪个真哪个假啊！我一刀直接砍下去了，我还以为我没拉到他呢，原来是他，他也能触发妖姬的被动啊！两个人站在一块，我也不知道真假，我直接就劈下去了。嗯，那么很其实也不亏啊，都25块啊，不亏不亏啊，血赚兄弟们，25块啊，这可是25块，这是一笔巨款，来个扫描吧。 确实应该打VN，但是人在脸上，我就先劈他了。专注，诺克萨斯即将崛起。<笑>
就是西兰刀，好尴尬的补刀，假装无事发生吧。你说他会不会直接一把我这个小盾破一下？ 推不开我了，再给我过来，我要生气喽！我不想叫你跑，杀他！我打屁还没吃到，亏麻了，我感觉我拉到了，早点拉应该能拉到，他这个可能是主 Q 的 ，Q 刷新的很快，哦，这波有点辜负妖姬了，我这技能捏的有点死。 因为如果这波不加金炮把他杀了，下波就有空子了呀。可惜啊，把握不住，妖姬已经很照顾我了。这次开机炮，还是。 比较难跑，所以他也有技能才行。走吧，顶起来了！哇，科技夹子没跟上，那应该不行。这样浪费好多钱，算了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 还是个主播？哦，你的报数字大，我很难去搜吧。嗯，这么巧。 凌驾一切的战力，我还差点钱，啊，是可以大的接 Q 的，哪里有50块呢？哦，真棒！ 要啥来啥啊！他怎么不 RW 啊？nice， 好像队友优势都非常的大，坏了，忘记有建设效果。 我的平价是没用的东西，炮车都补不到。拆拆，把这塔拆了吧。是，你没有其他就。把我盾破了。对，回家买两个移速装，是不？
两个的话，那只能这么出了，只有1600块。怎么这样？4%，5%，差一分没动。拍摄几步，有人没？没人。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秒啊！我将死战不休。不行。不好上了。嘿，怎么说？脚闪了，直接。杀出一条血路。砍一波吧，砍一波吧，疾跑都开了，改天也用一下。啊！你这是什么情况呀？懦弱之举，我绝不姑息。打了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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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打大龙吗？还是直接一波呢？
你要破我的盾，我站后一点。 为什么诺神的 Q 没有轨迹？什么轨迹？开枪！ 开了，他们也不出来了。